如果你喜欢一个师兄，学校里的女同学们都喜欢他。有一天你看见他一个人在学校门口躲雨，你有什么好办法跟他打招呼吗？我问他，你怎么回家？我有，你有雨伞吗？我有两把，我给你一把。那他怎么把雨伞还给你呢？我问他，你有来的吗？我互相加好友。你们互相加好友。我问互相加好友好不好？你什么时候还给我都可以。不错不错。